继续讲六祖坛经，现在请看常须下心普心恭敬，即是坚信通达，更无痴爱，是之归一。这是呢，继续上面所讲的皈依三宝，一个是初级学佛的人应该是皈依住持的三宝，然后在修学佛法已经呢亲自体验到佛法的无相无我和无住的时候呢，就要自归依。所谓自归依，就是归自心和自性，心外的三宝和心内的三宝。心外呢，是啊，自己在还不懂佛法，也没有体验到无我无相无住无念的法身佛，所以需要先皈依啊，再住持三宝，那就是心外的佛法身。心外的佛除了释迦牟尼是我们的教主之外，还有十方三世一起诸佛，法呢是佛所说的一起经典，僧呢是主持佛法的出家人，这是我们需要从心外的住持三宝啊来指导我们如何的亲证亲自啊体验到自心的三宝。自心的三宝又叫做啊一体三宝，就是诸佛以及一切众生呢是一个共同体，那就是法身，就是无相的无我的无念的无住的，这个是共同的，所以叫做一体三宝。现在我们看这一段文字，说常须下信普行恭敬，即见自信通达，更无痴爱。这所谓下心呢，就跟骄傲心相反的。下心并不是下贱，而是啊谦虚，虚怀如果，是可以想一切人低头，把所有的人当成了诸佛菩萨来恭敬，而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众生。如果能够这个样的话呢，你就能够啊见到自己的本性了，也通达了什么叫做本性呢。这个时候对内自己心中没有烦恼，对外自己不会有产生的矛盾，所以呢就是变成了解脱的人了，变成了自在的人了。只有这个样子啊才真正叫做自归一，
也就是说到了这种程度的人才能够说这归自心的三宝。有一些人呢非常的骄傲，他们看了六祖坛经之后呢就不再希望啊皈依心外的三宝。他们对于出家人也看不起，对于佛像呢不希望礼拜，对于经典呢也不希望恭敬。为什么？他们说我是皈依自心三宝的。这种人呢跟我们这一段经文呢、恰巧完全的相反。我们是要看到六祖坛经告诉我们呢要谦虚到把自己彻底的呀放下，把所有的人呢看成与佛与菩萨这普遍的恭敬，才真正的呀见到自性三宝。所以要皈依自性三宝，或者是皈依自皈依啊，那一定呢先要皈依啊心外的住持的三宝。我曾经遇到一位啊很有学问的人，也很有地位，他见我以后呢告诉我他看过多少经，懂得多少的佛法，他对于佛教啊非常的清楚。因此他给我讲啊，他说圣严法师呢只有像你这样的人呢我还愿意跟你做做朋友，其他的法师啊实在是啊很差了。那我问他你皈依三宝了没有啊，他说啊像我这个样的人什么叫做皈依啊，我还没有出生以前我老早就皈依了，我自心就是佛，佛跟法跟身呢根本是一体无二的，我对于佛法已经呢非常的清楚了解，所以哎你叫我皈依谁呢，我想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让我皈依的吧。佛已经涅槃了我也看不到他，法我现在已经看经，所有的经很多经我都看了，你还叫我怎么样。至于身的话我刚才讲了，像你圣严法师这样的人呢还可以做做朋友了，我们还可以谈一谈了，那其他的哎你叫我找哪一个人皈依了。像这样的人请问是不是能够自皈依啊，根据我们现在的坛经的经文呢这个人是一个傲慢不逊的人，这个人呢是自高自大的狂人，他不知道真正的佛法是什么，他是懂得一点佛学的名词，他并没有真正体验到说佛法的精神，否则的话他不至于如此的。这个地方经文所说常须下心，这不是一次两次的，而是经常的，而是啊每天如此，每一个时间都是如此。他的心是非常的谦虚的，
所以以贤下士，对于高人呢，当然只是谦虚；对于一般的人呢，自己也不会啊，把自己抬高。对于所有的人呢，都以平等的心来尊重对方，甚至于就是恭敬对方。所以恭敬他人呢，其实并不吃亏的。我们越是能够恭敬人呢，越是能够尊重人呢，越是自己的人格更成长、更成熟，也越是能够啊，使得其他的人对你呀、尊重，对你尊敬。所以要作为一个菩萨行者，要做一个学佛的人，必须要时时放下自己傲慢的心，不仅仅是把自己的身份地位放下，而要把自我的所有的执着啊都能够摆下，才能够真正的谦虚。我们平常呢，对于权力大、地位高、名望啊盛的人，能够低下，所以低声下气比较容易，因为人到屋檐下，一定要低头，你不低头啊，进不了门的啦。所以比较容易啊，把头低下来对待啊那一些大人物。可是对小人物，能够把头低下来啊，这就不容易了。许多的人呢，都是自高气昂，把眼睛长在啊头顶上，是向上看不向下看，这是目空一切，目中无人。像这样子的人呢，是啊，看起来好像是太了不起，其实这种心态呢，有一点像什么，有一点像啊小公鸡啊，这个毛还没有长满，见到所有的鸡，它都会把两个光光的翅膀把它睁开，张开两个翅膀要跟人家斗。它根本不知道它自己身上长得多丑，它还把两个翅膀啊展开啊要跟人家斗啊。像这种心态啊，是非常可怜的，而一般的人都是这个样。所以作为一个皈依三宝的人，作为一个修禅的人呢，如果不能够虚怀如果，如果不能够啊对上尊敬，对下也恭敬，这个样子啊，你是得不到啊真正学禅的利益的。我们龙潭寺的厨房里边呢，常常有一些菩萨们来替我们洗碗筷，替我们洗菜、捡菜，替我们打扫。其中呢，有的是啊，很大的企业的董事长的太太，有些是啊是很有地位的
是家里的小姐，在我们厨房里做得很快乐很高兴，但是也有一些菩萨他们看到了这些有地位的富家的少奶奶和小姐，或者是老太太，在我们厨房里工作的时候，他们就讲了：“嘿，你怎么在厨房里的？你应该是到我们前边来呀，你要做贵宾的，你怎么在前后边怎么替人家来做这种事啊？你应该是贵宾啊，你怎么在那一边呢？”很多人是专门做贵宾的，一到龙禅寺呢，就像师父啊，要我们出家的法师啊，要给他说好话，要给他呢恭维，要称赞他，要感谢他，否则的话他就没有面子了。请问诸位，哪一种人是真正的皈依了三宝啊？是哪一种人呢？做贵宾的人皈依三，真的皈依三宝呢？还是到我们厨房里去打杂的人皈依，真正皈依三宝了？哪一种啊？到厨房去。其实更糟糕的还有扫厕所，哎，也有好多人在扫厕所，这个厕所总是不好的，不想扫。可是也有一些菩萨，他们在家里边呢，厕所大概不是他扫，可是到我们龙禅寺来，他很喜欢扫厕所啊。这真是啊，真正的也是学佛了。这个叫做什么呢？下心，把心呢，能够啊，谦虚，把自己的身份摆下来，自己的慢心摆下来。这真是叫做大修行呢，真修行。但是站在我们出家人的立场啊，也要下心呢。有的刚刚来出家的人呢，他们听到师父讲在家居士到寺院里来要下心，要到扫厕所，要打扫厨房，我们出家人应该受恭敬，要受供养，结果就见到出家人，见到在家居士一来就叫他到厨房去，见到来你是扫厕所去，哦，这刚刚第一次来就叫他进厨房，是这个第一次来到我们龙禅寺来参观呢，拜访啊，结果叫他扫厕所，啊，下一次敢不敢来了？我们出家人对在家居士也要下心，也要普心恭敬。好，现在我们再往下边念呢。何名千百亿化身？若不思万法性本如空，一念四量名为变化，四量恶事化为地狱，四量善事化为天堂，毒害化为龙蛇，慈悲化为菩萨，智慧化为上界，愚痴化为下方。自信变化甚多，迷人不能醒觉，念念起恶，常行恶道，回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这一段是解释千百亿化身的化身佛是什么意思。许多的人呢，对于佛法的了解，认为化身就是变化的身体，像观世音菩萨
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他可以化现了种种的身份，种种的形象，来救苦救难，帮助众生。而佛呢，释迦牟尼也有啊千百亿化身，但是分身化身，在不同的世界有不同的形象，而教化无量无数的世界的不同的众生，所以那个叫做啊，这千百亿化身。可是呢，《坛经》里边讲的千百亿化身呢，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修行的人所说的。不要期待着观世音菩萨化身在我们面前出现，也不要期待着释迦牟尼佛用化身呢，千百亿的化身在我们世界上出现，而是自己，我们也需要化身。那么在我们还没有体验到自心三宝的时候啊，我们还是需要佛菩萨的化身来救济，来化导，来帮助，来安慰。当我们自己已经呢真正体会到了佛法僧三宝的内容啊，是无我的、无相的、无住的、无念，那就不需要期待心外的佛菩萨化种种的身相来帮助我们了。我们应该要自己帮助自己。可是在还没有自己啊亲自啊开悟之前呢，我们应该也要学习，学习做什么？学习着自己来啊帮助自己，这个就是叫修行。否则的话，我们只是等待着菩萨与佛来帮助自己不修行，那永远没有机会体验到所以自归一或者是自性三宝是什么了。《坛经》上所讲的千百亿化身，是向两个方向啊变化的，有想好的地方，有想坏的地方。如果我们的心坏，就变成了坏的化身；如果心好，就变成了好的化身。假如说我们的心不要考虑到万法本心呢就是空的，如果我们的心不能体验到一切的现象的本性呢本来就是空的，那我们的心里边就会产生种种的执着，有种种执着而产生种种的呀有漏的结果，种种有漏的结果就会得到啊种种的果报了。那每一种果报就是我们的化身。从哪里化的？是从烦恼执着而出现了所有的果报啊，这就是叫做化身。相反的，如果我们呢能够真正的亲自体验到万法的本性本来就是空的，这个时候就是法身，本身呢不会再变化了。那我们现在看一看啊，下边的多事啊，是有漏的心，烦恼也好，智慧也好，凡是有我的执着的心在动的话，
我们的化身就出现了，化现有好有不好。如果我们呢能够以无漏的心对于我们世间的所有现象啊产生反应，那就是啊解脱了以后的佛菩萨的化身。一念四量名为变化，这个一念呢可以有漏的念也可以无漏的念啊。如果以有漏的念来思量恶事，就会化现出我们进入地狱去的受报的果报；思量善事，就化为天堂。这就是我们心里边呢想到是行善修福报，那我们就将来就会得到升天堂的果报。如果一念呢有毒害，这个想到毒害的话呢就化为啊龙蛇，那就是毒龙毒蛇，那就是下堕了，堕到地狱里的果报出啊，地狱畜生里边的果报出现了。这是有漏的啊，有漏的有善有恶。然后是无漏的呢，是讲如果以慈悲心相应的念头产生的话呢，那就是啊就是得到啊菩萨的果报，将来就成为化现为菩萨身。如果以智慧的念头在动的话呢，就能够啊变化为上界果报。这个上界的意思啊是指的天堂，是指的三界的以内的十界之中的圣人，就是五种梵天，就是净居天。那么也有啊像多说内院，就是这个弥勒菩萨的净土，多说内院。如果有智慧的话呢，念头动就会进入五种净居天，或者是呢弥勒菩萨的兜所内院。这个就是我们在三界以内的好的地方。为什么是智慧而能够上升呢？智慧就是烦恼轻了啦，就不会在这个烦恼的众生之中出现了。那么愚痴呢就化为下方。下方是什么？下方是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下边讲自性变化甚多，这个自性呢就是从空中变成有。真正知道自性就是不变的，但是呢变就是从自性呢而产生。迷人不能够知道那个变化本身呢是空的，因此呢念念产生呢恶念，所以常常啊来啊做坏事，而得到啊善恶道的果报。那个善恶道的果报也是化身。如果回念呢，这个一念之间呢转过来就变成向善的话呢，就智慧啊就产生了，产生智慧就能够啊升到上界去。这就是自性化身的佛，讲到这儿为止。